应该都吃饱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力气很够。后面好像有一群人还在吃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很简单，不对公平啦。飞为中央队伍，从飞呢一到最后面的左边叫阿庆队，阿庆队朋友在哪里？那右边叫建宁老师队吧。后面对右边就是建宁老师队。这就要比赛了。好像没有什么反应。我们比很简单，比大声，可以吗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、yeah! 啊。那现在朋友准备好了没？我数到三，可以吗 ？Are you ready？ 好吧，不要大声，可以吗？一、二、